月十八号、十一月八号哦，大概各有三场专业讲座，但是是收费，因为之前我们办的是茶点主办哦，我提供一种好会馆啊，后面也阁是提供那个市民朋友更认识我们台南茶点，我、哦啊、来点着未来三场讲座，我邀请茶点来联合主办来讲，因为这是一个嘛是一个文创园区的一个专业课程的安排，所以会有。是收费的问题，啊，嘛是希望大家当支持，因为五品五系列第一条就是黄建亮老师来讲老虎、朱里虎一些古的一个典故，还有整个目前的现况。那十月十八号的话，大概是请就我们的会员陈玲姐先来讲铁虎的部分。那另外十一月八号的话，是由我们的台南茶点的顾问来讲早期虎的哦，目前早期虎的一个现况哦，拢是相当专业的一个讲座。那希望大家能继续我们感觉趋近于支持。